因为中华民国天文岁次临明年五月十三日，台中协定会管理委员会向顶分享共享，祖庙四湖三偏乡关圣帝君立位尊神，福利敬仰祖先，新年福星陈树会，三年元载定传三天万里香。好了，我们再次向台四湖三偏乡关圣帝君三响一礼，一响响八。帝君即个五月十三日，啊，要前往四湖参天宫进香。今天啊，要请到咱关圣帝君啊，沙陀太子、关平将军、随从将军啊，前往咱的安官祠宗。在此，恳求咱关圣帝君，庇佑咱这处平平安安、顺利圆满。在此，向咱关圣帝君以三香敬礼，一上香拜，再上香拜。三上香，三拜。关圣帝君，神龙四湖三神将叫做进香。在此啊，要奉请到咱关圣帝君、沙陀太子、周昌将军、关平将军要来进香。在此恳求关圣帝君啊，庇佑今天之事宜，人员、行车可以顺利圆满。在此向咱关圣帝君行三上香礼，一上香拜，再上香再拜。三上香三拜，
三鞠躬，三鞠躬，内停。
十三日，由台中地贤会、台中七福会、台中信分会等举办中式花灯，再拜，再拜，三拜，全体高声。Thank you.
羁绊，我偏不能看到你受一点伤，哪怕是为你去挡枪。就干了吧，干完我们就出发，一起闯关，一起打天下。是苦是甜，我们一个都不落，就算天塌下也不必怕。兄弟啊，就选一过天涯。走过的路有多长？